这是干嘛呀？买卖不成人鱼在，怎么还黑呀？喂，小姑娘，嗯，你是谁呀？你怎么进来的？你是谁啊？我是高建奇啊。你就是高建奇啊？我找你好久了。 看这个，你认不认识？是明月让你来找的。明月是谁啊？带走。 当年的事情，你应该有个了断了。说，你们高家为何要杀我？你和那女人都出不了阵子。可能要成为史上第一只被火烧死的火麒麟了吧？太丢脸了！叶舟。 再用这力量，你会死的，叶舟，快走！叶舟，快走！叶舟，快走！我来救你，当心！
这个放冷箭吗？<笑>灵族天性为恶，与你们还有何公道理？人便是恶，那人便是善吗？曾经错的如此离谱，忘掉善恶，不分黑白，你们才是真正的恶人。<笑>圣者才能说话。 你平日里倒是精神很好，现在病殃殃的，这儿待着不舒服，饭都吃不下去。你先回房等我，我去给你抓几副药。 傻子。